干，想说可以破坏他的心态。哎呦，哇靠！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。我觉得不用控分诶，我就把它爬上去啊，然后就休息了，就把这个游戏关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啊，只要跳远，跳到球就有大局了、欸。那、啊、跳到球就保底第一个大了。哎呦，又这是上来，无情的二点。心魔，只能说。还有这场我是盖伊，我觉得这角色要砍很简单，把跑速砍慢，然后被超级一句上升就好。他没有切模式是怎样？用位模式来盖是怎样？这样是白底没字干扰，有点有差哎、欸。哟，新技能！哎、欸，感觉他们要被射烂了。这招也很可怕，我觉得。可惜距离近了点而已。他们怎么完全盖不到啊？他们等下盖到一定会有一个惊人的反应啊！怎么还有二段？他们脸会直接绿掉。不是啊，那三井怎么顶啊？这是九绝三井吗？终于盖到喽！哎、欸，盖到没给？哇，心态要爆了！他那个抢篮板传球没有那个快，没有鱼柱快。他也太准了吧，是怎样？我不是应该有出有差的吗？他应该摘球就不会进了，这球再进就离谱。
Yes， 他快没光了吧？不对，他进太多球了，应该还会有光。但他前面进太多球了，待会很铁。干！想说可以破坏他的心态。哎呦，哇靠！傻小，干你鸟被震惊到忘记抢篮板，然后忘记传球。这角色有点狠。哎，要切模式哎、欸，这个怎么都没有切模式盖啊？会不会玩那个仙道章啊？又没给 ，OK， 心太炸了已经。角色的感觉就很容易吃被动超。弹珠台有点没意思，换模式啊，老哥！会不会先到啊？一阵为模式盖上是怎样？看得好躁郁啊！看他又有光了。哎、欸、啊！我拼死拼活拿这么多分，怎么感觉好像不好赢？然后我来帮踩了，真假？我要做的事情这么多，这次踩来劲。还浪费我球权，快，完蛋！这个人真是来戳的。樱木都知道把球给我，感觉这个人他妈还在搞啥？哎，这招很容易铁，我发现。命中率没有很高哎，就这个又在吃我球权 ，OK 啊，没差，你继续吃老子球权，然后再继续没换模式，好啊，这样要输啊 ，OK 啊，没差，就继续玩这么烂呢、啊。扑球！我们排场现在很高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现在刚开机不久而已。去超球啊，先到！你还跨时间了不？你还没猜到22点。看你老师哎、欸，这两个人来比扯的、欸。干我真要输哦！什么东西啊？干真要输 ？OK 啊，没差。这游戏遇到这种脑残赢不了啊，没关系啊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花之丸第三组 LINE 贴图都已经发售了，你还没购买第一和第二组的贴图吗？如果前两个你不喜欢，那你就别错过这次第三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了哦。想购买或了解的请搜寻 SystemB 或花之丸。